大家好，那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互动。虽然说今天的时间还蛮长的啊，那有大概一个多小时，但是大概这60题是不太可能，58题是不太可能回答完的啊。稍微心算一下就知道，除非我每一题只花不到100秒，不然的话大概是不太可能回答。所以我需要大家的帮助，就是大家如果之前已经手机上面已经有扫描这个 QR code 或者是 slido.com 输入01111的话，那都可以按赞。那按赞的数量越高的，我会越先也会花越多的时间来回答。那如果按赞的数量目前你提的题目比较低的话，那现在就是拉票很好的一个时候，那可以请大家做左邻右舍帮忙按赞。那如果有新的问题想要追问的话，那也可以随时提出在 Slido 上，那当然也是可以举手发问。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数位麦克风嘛，至少有两个麦克风，数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所以也可以很多人一起就是发言啊，一起讲话。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因为我看大家提问非常的踊跃。有40位朋友们问说，因为疫情的影响的关系，员工 work from home 的比例增加，工作上面沟通的次数也变少了，这样子的情况下人际关系的维系就变得比较困难，那么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疫情消灭啊，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疫情的问题了，对不对？没有疫情自然就没有疫情带来的问题。那也很感谢在大家的协助之下，台湾的疫情状况目前非常好，那所以我才可以就是虽然在台下还是要戴口罩，一上台就把口罩拿下来，可以证明说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不一定都是要 work from home 的情况。那当然日本目前的状况也相当不错，已经比前一阵子要好得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位转型。就是我们如果是觉得那我们在线上可以运用一些数位科技，把就是不在同一个地方甚至不在同一个时区的朋友们也纳入我们的对话当中，或者是在场的时候呢，大家都有手机，所以不需要打断那麦克风的人，也可以及时的提问按赞等等。那这个就是数位转型，是加上人与人之间沟通，把人与人之间沟通里面大家觉得本来比较不方便的部分用数位的技术把它解决掉，但是并不是说它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这种沟通或者实体的沟通，不然的话那就比较像是被数位转型被迫数位转型，惨遭数位转型等等。但是那个并不是在台湾我们实际的状况，我想在日本目前也比较不是这样子的状况。那当然就是在各国从疫情之中慢慢恢复的时候，也会发现说确实有一些事情反而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有比较多的想法，比较多的创意，所以也常常会看到说是每个人在自己家或者是在一些卫星办公室或者在一些比较小的这种像咖啡店啊、共同工作空间啊等等的地方，先脑力激荡出一定程度的创意之后，大家面对面到了公司的时候，反而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联络彼此的感情，或者是来凝聚共同的价值，但是实际要去做工作的时候，反而就不一定要所有人都在看得到彼此的地方。也就是说我觉得面对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凝聚彼此共同的价值的这个情况，而这个是要在就像刚才一开始说的，大家比较 relax 比较放松的情况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去规划各种在疫情趋缓的时候可以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气氛来联络大家彼此的感情，即使疫情严峻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这个情况，那也可以去用视讯啊等等的方式去重现这个情况的一部分。我举例，像我自己2008年就是跟矽谷的公司 Social Text 一起工作，我们是每半年会在 Palo Alto 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工作的十几个不同的部门是分散在可能6-7个不同的时区，所以事实上是不可能就是整天都飞到 Palo Alto 去，但是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些共同的经验了，所以我们就会在线上的时候约好某些时候就是开视讯，好比像说当时我们另外一个部门QA 部门的朋友就买了很多那个 Napa Valley 的就是当地的一些红酒，并不是什么很昂贵的酒，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见面的时候有一起喝过，他就整箱整箱的寄来台湾，然后之后我们就是在开视
训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喝、哦、又或者说在那家公司附近有一个Golden Beach 有一家 GB 先酿，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下班就会去那边 去混，那刚好 GB 那时候也在台北有开了店，所以我们就约说那是不是他们在那边的 GB 我在这边的 GB， 但是可以点一样的菜，然后可以去享受类似的这种气氛了。那当然现在已经有食物外送了，这个就更容易了，就是我们在两边可以订一样的披萨等等的。那也就是说我想任何远距的人际的维持，所谓的弱连接的维持，都是要根植在大家已经有过强连接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脑里都已经有对方的好像一个分身一样放在自己的脑里，那这样子的话只要有一点点只字片语，有一种我们叫 environmental cue， 就是在旁边的环境的一些提醒，那这样我们很快又会回到这种比较放松的然后能够共创的情况下啊、哦。我会不会讲的对于口译来讲太快了，我是不是需要啊 ？OK， 好的，感谢。那有42位朋友们问说，在日本哦，公司跟员工的关系是上对下从属的关系哦。那对于这样子的关系，您以为今后会如何变化哦？我想不止在公司了，我们在行政院里也是这样子的哦。那每个部会的同仁，只要长官跟属官同时来开会，长官讲话，属官是不会讲话的。就算长官不讲话，属官也不是很想讲话。这个情况是，并不是只有公司里面才有，公部门里面也是如此。那或者是说像在院本部也好，在部本部也好，很多时候长官其实还没有下班的话，属官也是不太敢下班的，就算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还是必须把灯在那边亮着，然后等到长官下班了，终于没有人这个盯着他看了，他才能够下班了、哦、所以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就是变得比较长，即使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哦、等等，所以有各种各样子的就是比较不利的外部不行，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对大家的生活品质可能没有什么帮助，或者是说新的想法因此比较不容易出现等等，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是历史悠久的，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到底要怎么办呢？那像在我的办公室，我们就大量的运用 Slido， 我们每次开跨部会的会议来讨论协作会议啊，要怎么透过开放政府的方式来回应民间的需求啊等等的时候，当然业务单位跟管理单位长官跟属官都会同时在场，有的时候甚至高达百人，但是因为大家都滑手机都扫 QR code， 没有人知道上面的这个匿名的想法到底是谁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把到底是提出问题的那个人跟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把它拆开了，所以就不会有人变成说好像帮猫挂铃铛那个，反而自己不是问题被解决他被解决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出现、哦、因为我如果提一个我看起来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在场100个人根本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是问题，我就会很害怕，我会觉得另外99个人会把我解决掉。但是当我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匿名的，但是我就发现100个人里面哦，现在有40个人按赞，有60个人按赞，有70个人按赞，那就很明显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值得集中精力去讨论。那等到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可以出来收割说哎，开始是我想到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本来在公务机关里面大家都是希望能够不要以邻为壑，不要把风险放到旁边的人身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是我们心里以为会对别人造成麻烦，可能那个别人也在等其他人提出这样子的解决方案，提出这样子值得讨论的事项啊。所以如果没有像 Slido 这样子匿名的或者用一种笔名的方式去进行讨论的话，那其实是不可能完全是靠就是每个人自己对自己有什么要求。为什么？因为这叫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除非所有人的行为都改变，不然只靠单方的行为改变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单方能够解决早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做法都不是去打散掉或者是去消灭掉本来的空间，而是我们创造新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大家都可以觉得比较安心，而且大家提出新的问题跟解决方案的时候都可以比较省力。我再举例，好比像说我们不是有一个 Join 平台，是在台湾任何人只要提个案，只要有5000个人帮他联署，那所有相关的部会都必须要出来回应吗？那在这个 Join 平台上面，之前也有一位叫做玛丽苏的，显然就是假名的一个提案者，他说
民间的企业他在请假的时候都可以一小时一小时的请假，但是公部门呢，如果不是八小时八小时的请假，就是四小时四小时的请假，那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呢也就是让他的就是生活要照顾的时候难以安排等等。那但是呢就是以前有没有人想到这个呢？有人想到，都没有人提，当然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把一个人的意见跟那个人的本人是谁来分开嘛。但是我们这个平台虽然本来是给一般民众提问的，后来就发现各部会的公务员反而也是这个平台的常客。关于这个请假的规则，关于国民旅游卡是不是一定要去做特定的旅行社，还是任何旅行社都可以呢等等，这个都是在上面非常热门的题目。而且我猜那5000个联署人里面可能4900个以上都是公务员吧，因为这个就是公务员才会相关的一个题目嘛。那但是当他真的联署成功了，那我们的人事行政总处就去问各个部会的同仁，到底对这样具体的解决方案有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没有人反对，拿去全序部也没有人反对，全序部报到考试院也没有反对，诶，一下子就通过了。通过了之后，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贴出来庆祝这件事情的时候，诶，那个玛丽苏就跳出来了，说诶，一开始是我提的，所以对，这个时候我才了解到他是哪一位公务同仁哦。所以我的意思是，刚刚这两个例子都是在告诉大家说，不管是及时的讨论的 Slido 系统，或者是延迟时间讨论60天才回应的 Join 系统，我们都可以创造出很多我们叫做 Prosocial 亲社会的这样子一种空间。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每个人畅所欲言的时候，不会需要自己去承担全部的创新的这个风险，而是可以了解到这个风险到底被均匀的分摊到什么程度，然后大家觉得值得做的创新的这些价值跟目标，那我们再去进行这方面的创新哦。所以也很鼓励大家运用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哦。有40位朋友们问说，那么员工的上班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反而产生公司对于员工管理这个效率降低的问题哦。那关于怎么样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建议哦？其实绝大部分的管理的工作都是在凝聚共同的价值，而且确保说不会有好像因为意见的冲突或者是立场的冲突而产生力量彼此抵消的这个情况。那确实在传统的情况，如果我们只有打电话这种一次只能联系几个人，或者是说我们只有电视啊或者广播这种一次可以联系很多人，可那些人都是收听或收看，其实意见没有办法回去，不是多项的情况下，那确实人越分散，那这个管理的工具隔着这个远距离就越难使用，这个是事实。但是因为现在在网际网络的情况下，其实双向的沟通是没有差别的，大家的频宽有下载的频宽也有上传的频宽，在台湾都是499或469就吃到饱，所以它的没有什么边际成本可言。所以任何时候你只要打开像这样子的一个摄影机，你就很容易把两个空间联系在一起。我自己在关于青年咨询委员或者是社会创新等等的题目上面，我是一向都是巡回在全台湾的，那已经有4年左右的时间，除了在今年疫情严峻的时候稍微停了一下之外，当然现在也恢复了，我接下来就要去基隆巡回。但是 anyway 就是从屏东也好，基隆也好，离岛也好，我们的管理方式是很简单的，是让在地有真正创新的想法的人来call 来主纠，就是来说那我们这边有一套新的做法出现了，我希望中央的朋友来跟我们学习。所以就不是他们这些人要千里迢迢的跑到中央跑到台北，也不是这些人不管做了什么事情只能整理成几页 A4 纸不管是简报或者是说明文件，都不是这样，而是我常常会直接去那边，甚至我住一个晚上，我就直接融入当地的这些朋友的生活当中，然后我就可以才可以知道说他们提出这样子的创新的想法是怎么样。所以所谓的走动式管理在以前的成本是很大的，你事实上整个管理的干部群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是相当大的成本，但是现在其实只要一个人移动就好了。像在我的例子，我一移动我其实就是透过这种线上的一种方式，那所有的在台北的这些中央部会的公务员大概12个不同的部会都可以在他们的部会或者是来我们社会创新中心，然后就直接无缝接轨的，我们通常都是找一面很大的墙，然后就像今天这样子投影上去，你透过荧幕就有一种台北的人就
坐在这边，可能另外一面墙高雄的人、台中的人等等就坐在那边，好像大家都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面的情况，所以真正要走动的就只有我而已，其他人都可以在他们的当地。那这样子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说很多中央的官员会觉得说他听地方的这样子的意见，就算是有很多创新的意见好了，但是呢他不是他一个部会可以决定的事情啊，所以当超过他的部会的范围的时候，他就要请示他的长官，因此呢其实他这种急问急答的状况呢，他就会有所顿挫，好像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回答下去。那我们的解决方案就像刚才讲的，因为每一个六都不同的朋友都在同一个虚拟的现场，而在中央的这个地方社创中心，十二个不同的相关部会的承办人或者科长以上的主管也都在同一个现场，所以当内政部说诶这个题目我没有办法自己完全决定，因为你在问的是原住民族的劳动合作社，那我只管合作社这一部分，原住民族跟劳动都是别的部会在管的，那这个时候呢诶他就不会说请等等我，因为他坐他旁边的或者坐他虚拟的世界里旁边的就是劳动部的朋友或者是原民会的朋友，所以这个时候我只要一 cue 他旁边的朋友，那立刻不管卡在哪里，他们当场就会进入这个讨论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管理工具它不是是把人集中到同一个实体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把人集中到同一个连线者的地方，同一个虚拟的这样一个地方。那虚实整合，当然现在有一种讲法叫做 metaverse 哦，那但是我想 metaverse 是强调虚的部分比实的部分更多啦，但是我们的做法还是虚实是平衡的，所以这种虚实整合的 shared reality 我通常把它叫做共享现实，那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种好像跨部门本位主义啊等等的这样子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在管理方式上面的创新。那第二个创新是说，当需要分组讨论的时候，常常我会故意的去把不同的部会的朋友派去主持跟他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讨论，同样的也是透过虚实整合的方式。举例来说，在2017年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的这个联署案里面，当时主持这个讨论的小桌长，就是分组讨论的主持人，诶就不一定是财政部的朋友啊，他很可以是别的部会的朋友，好比像说海巡署的朋友，我随便讲。但是呢等到我们在讨论向海致敬，就是怎么样子让钓鱼啊冲浪啊等等这个水域的油气都可以更进一步的打开的时候，诶那就不是海委会的朋友来当小桌长，说不定反而是财政部或金管会的朋友来担任小桌长。但是为什么做这样子的我们叫 cross functional， 就是跨他的职务的安排呢？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在数位世界里面，我们不再受这个物理空间的限制，所以他不管人在哪一个部会，他都还是可以去主持其他部会的相关的题目，甚至大家可以一起透过虚拟现实进入某一个渔港或者是某一个海边某一个高山上面，一起来按照实际现刊的那个状况讨论。但是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因为一般的民众会参加这样子的讨论，所以从这个海巡署的人，假设他要主持报税软体的时候，他一定是站在民众这一边的，因为他也要报税啊。那但是报税的这个相关的业务又不是他主管，所以他完全就是提需求的那个人的态度，那就跟客户的态度跟人民的态度一定是一致的，只是他更懂关于公共行政的事情而已。那反过来讲，我们的金管会或者赋税署的同仁，如果要讨论怎么冲浪或怎么钓鱼的话，他一定是站在，因为他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兴趣嘛，一定是站在爱好者的这个角度，绝对不是站在主管或监理机关的角度去做。所以我会觉得说，多样化的上班方式同时也是新的跨部门协同合作的一种契机。那我刚才讲的，不管是你在时间空间上面的安排，可以组成一种横向的编组，让跨部门的事情能够很快速的脑力激荡去解决，又或者说你直接去分层授权，可是授权的时候反而是授权部门的人跨部门去扮演客户的那种角色等等的，这些创新在实体的世界如果每个人办公室都坐得很远，当然就很难做到，但是因为在虚拟空间里我们不受物理的限制，所以反而很容易的就可以去做到这些管理方式的一些创新了。当然每个不同的行业适用的不同，那我是服务业嘛，就是公共服务业，所以我分享的也都是服务业相关的一些创新，但大家想必是可以触类旁通哦，想出更多的其他的做法。有28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汽车产业正在面临快速的变革，那么 Tesla 已经取消了汽车销售的业务，改采顾客自行赏车，然后线上订购。那么未来是不是可能在各项产品的销售模式都改成线上或者是自助化呢？请问对这样子的模式的一种看法哦。不过我想线上跟自助化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在线上反而更容易去帮他策展出一个体验。然后我举例，好比像说我去东京，当时去参加 Uber Air 的这个发表会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是用自助化的方法，而是所有应邀的贵宾都坐进一个好像 VR 的这个车厢里面，然后戴上了这个 VR 的眼镜之后，就完整的体验了从开始叫车，然后到这个航空站，然后到起飞、垂直起降、降落等等这种完整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这个是共享的现实，也就是我旁边是有坐人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彼此交谈。那在里面呢，也有显然是已经预录好的这些策展人的这些声音，所以我在每一个环节，我如果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那都可以用一种好像合成语音的方式，好像一个虚拟导游啊，及时的来跟我互动。那你说这个是自助吗？这个也可以说是自助的，因为毕竟我要体验多久，要怎么体验，是我自己决定的。但是这好像也不纯粹是自助的，似乎还是有传统，就是在销售里面的销售人员的这种know how 在里面，只是他不一定是即时的真人在里面，而是他的数位分身跑到里面去了。那随时我如果问这个问题，这个数位分身回答不出来，那想必就会 escalate， 就是我回到一个真人即时的来回应，然后来解决我的问题等等。所以这种就是混合实境或者说共享实境的这种体验，我想未来应该会是主流吧。因为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他如果能够自己在家里就能够约很多对这件事情比他稍微了解一点点的朋友，由那些朋友来担任解说的这个工作，而不需要付出很高昂的这个成本去实际的某个点去体验的话，那我觉得我想这个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确实会成为是这样一个模式，但是我还是特别强调，就是并不是完全是自助，好像他进入一个模型的世界，他自己要想办法去看地图等等，而是这后面还是有专业的行销的这个人员的经验在里面，只是你可以把你自己也做成一个数位分身，然后让那个数位分身来解决你自己觉得在服务过程里面重复性比较高的部分。那只有重复性比较低的需要创意需要客制化的部分，那这个才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那这个当然还是人来做，不太可能是辅助式的智能就是 AI Assistive Intelligence 来进行。那这个我想我们在公共服务上面也经常都已经采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任何未来的就是不管是体验式的或者是预先帮他定制好的等等的这种销售的模式，大概都可以运用类似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有21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请问在数位化各种服务以及各种流程的过程里面，如何评估哪一些方面呢应该要优先着手，或者是要怎么样评估数位化的风险或者是弊害对我来讲永远有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共同的价值怎么样简单的传递到所有参与的人的心里。第二个是当任何人看到就是有一个更好的比现成的做法更好的达到共同价值的方法的时候，它这个创新可以扩散得多快。那这两个是真正的 KPI， 其他的大概都是大家经过讨论集思广益之后凝聚出来的共同价值而已。为什么我常常强调数位是不止一位，是好几位，数十位，数百位，数千位，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在以前的沟通的模式里面，如果没有数位科技的辅助的话，那当然这个共同价值的传播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我们当然可以印很多文宣啊，很多的录广播节目啊等等，但是因为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以及他第一手的经验不同，所以当他收到的时候，如果这不是刚好以他所熟悉的那一种就是学习方式所定制的，有些人喜欢互动，有些人喜欢图像，有些人喜欢文字等等，
那在不同的这种互动模式，这种转译的过程，如果没有数位科技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到最后就会变成，可能领导的干部自己在讨论的时候，觉得我们很完整的设定了共同的价值，但是当实际执行的时候，因为没有这种多项的彼此互相转译的这种沟通的模式出现，也没有像 Slido 这样即问即答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可能最后价值传递到就最后的时候，就变成是比较抽象的东西，好像它的可操作性变得比较低。那这个时候创新就很难出现，因为你就不确定说这个创新的方向是不是有扣合这个共同的价值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参考我们过去两年在防疫上面的做法，其实我们的这个共同价值就是靠着不是只有每天下午两点的这个记者会图卡等等，而是也靠着反过来，任何人只要听不清楚、听不明白，就可以打电话到1922，然后问说到底就是指挥官这样讲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说明的方法。那1922都是真人在接电话哦，并没有什么 AI 技术在后面，但是这些真人呢，这个配合比较好的 call center 的技术，就可以让我们在24小时之内理解到我们目前的这个共同的价值，大家不理解那个地方是什么，然后在隔天的下午两点透过跟记者朋友们的问答，那及时的去理清。所以我们去年大家一下就了解到1/4的人戴口罩勤洗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到今年我们就了解到1/4的人打疫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关于这些公共卫生的知识，在其他国家有非常多阴谋论，有非常多不实的讯息包含什么口罩里面有5G 天线什么东西的，我其实不是很理解。那 在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去传播，因为大家都很了解它运作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用经过千锤百炼之后，确保大家都能够很容易理解的，不管是图卡、文字叙述等等，然后可爱的总裁等等，然后就说所谓戴口罩为什么呢？是因为要提醒自己要勤洗手。那它的原理就是它可以保护你的脸部不会被你没有洗过的手碰到。你看一下子就把各种需要想的这些共同价值，在一个简单的概念里面就把它凝聚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数位技术并不是要取代掉这些公共卫生的专业，是让他们的专业不会只有专业者可以理解，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耳熟能详的了解到某个程度，而且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咨询，大家都可以打1922或者是疾管家等等的方式哦，来看到这个共同的价值跟咨询。所以这个时候风险跟弊害的评估，以及这个创新到底在你自己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再加强等等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是只是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不是只是众人的智慧，更是 conn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我想到一个想法立刻抛出来之后，大家都了解到这个想法，然后又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发明新的这个做法哦。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工作是我在公共服务上面看到最主要数位可以帮忙的地方。那么哪些部分该优先着手，一旦大家有共同的价值之后，其实很容易凝聚的。就好像在 Slido 上面，因为只能按赞哦，不能按不赞，那个就是从今天开始 YouTube 也调整成这样子了，就是你从今天开始在 YouTube 上面按导赞哦，只有你看得到，其他人都看不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大家都会变得比较畅所欲言，不会怕被所谓虚报啊等等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大家都更容易去集思广益，所以这种亲社会的空间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有21位朋友们问说，那么服务追求从新出发，站在客户的角度提供更完善的服务，那么我刚刚也有提到透过 AI 啊，不是面对面的方式啊，来提供服务，怎么样子能够弥补啊人与人互动的服务的感受，还有人与人服务感受的这种温度啊，这非常好一个问题。我的具体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不是取代面对面的服务，相反是让它带到更高品质的面对面的服务。我刚刚特别强调的就是所有比较事实性的东西，那当然都是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来递送，但是当他有一个问题不是既有的回答的资料库可以回答，任何时候他想要跟一个真人接触的时候，应该就要无缝的转移到跟真人接触的情况。这个并没有那么神秘，对我们的防疫来讲就是打1922而已哦。但是这个
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共用这样子的一个减码，所以大家就是订疫苗的网址也是1922，扫十连制的那个减码也是1922。你收到任何通知，从这个不管我们简讯十连制来，或者是从我们的疫苗订阅平台，都是1922来。那它里面隐含着的一个就是，虽然这些都是自动化的这些设备，但是任何时候你只要按回拨，大家手机上都有一个回拨按钮，你只要按回拨按钮，你就立刻就回到人跟人之间及时互动的那个情境去。那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人跟人之间互动的这种信任的累积，去放到我们这些自动化的平台上面。如果这两个是断裂的，就是你收到简讯之后，你首先不知道是不是诈骗，第二个回拨也永远没有人接，那这样的话，这两个部分就完全分开了，那也就没有什么累积信任的基础，所以这种无缝接轨了，我是觉得非常的重要。那当然还有就是，如果任何人有新的想法，觉得说诶，那我这种服务可以用更好的方式递送的话，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啊。常常我会跟1922的朋友说，诶，我们这些答客问啊，这些常见问答集是一个共笔，是大家可以编辑的，不是我发下去然后你照着念，事实上你只要按编辑，你立刻就可以改，而且你不需要留下你的真实名字。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说，诶，不管是疫调人员、1922的人员等等，在当时简讯十连制出现的时候，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我们的那个共笔，我们用的是一个叫 HackMD 的一个技术，类似 Google Talk， 但是不用去想排版的事情哦。那这种共笔的技术，我们一下就看到第一线的服务人员key上了非常多的问题。如果我的朋友没有带手机的话，我可不可以扫码帮他加二加三，表示有很多人一起进来，当然是可以的。那如果我是一个这个总店，我想要帮分店去印，我可不可以自己产生 QR Code 代码15码后面加上分店的编号，诶，当然也是可以的等等。那这种想法我们一开始不可能想到那么多，但是随着具体的需求出现，那就越来越多的朋友提出这样子的想法，而且呢，它也可以让创新的成本平均的分摊。像我们一开始是协调疾管家去做了一个扫码的程式，可对很多人来讲， LINE 上面还要加疾管家，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去施压，我说的他们就是一般扫码的民众，就去施压给 LINE 的这家公司，所以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就是加朋友的那个就是万用扫码器上面加入了简讯十连制的支援。那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去跟 LINE 公司谈的，而是 LINE 的客户自己告诉他们说有这样子的创新，我们才愿意继续去使用 LINE， 不然每次扫都扫不出来，他觉得 LINE 坏掉了之类。所以就是说，当你的客户都充分了解到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是什么，而且他有自己更改工笔的权限的时候，他们就会形成 prosumer， 就是既有这个消费的能力，但是又有一定程度的改作跟共创的能力的这些朋友。那这些朋友我觉得就是后续的二次三次的创新最主要的一个来源。那像共笔这种很简单的技术，也就是去确保你的顾客的创意可以源源不绝的进入你的眼帘，你不用自己去吸收全部的 R&D 的成本的一些做法。那这也是我们在公共服务业上面最常用的做法之一啊。有20位朋友们问说，那从小到大有怎么样子的习惯，或者是身边的人事物哦，促成你成为一位思想开放、不受限，而且被大众视为聪明甚至天才的人呢？我想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从小就不会勉强自己去做任何重复的事情。也就是说任何时候我只要觉得我可以写一支程式，把我正在做的重复的事情用程式来自动化，那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写这个程式。那虽然摊体来讲可能在短期之内好像没有办法回收这个投资的时间的成本，但是常常我刚开始写这个程式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省掉不只是我的时间，也有很多别人的时间。我举例，好比像说我有一阵子对于翻译很有兴趣，那翻译的时候你就需要看一个词它在不同的语言里面它有传递怎么样子的意思。那但是呢，在台湾当时的教育部虽然是有很多的字典重编的国语词典啊，这个或者是台语的、客语的，那甚至阿美族语啊等等，有非常多不同的词典。当时文总也跟就是北京那边也一起编了两岸词典，所以这些都是各自很好的一些做法。但是我就发现我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
情，就是我要把同一个词贴到很多不同的网站，而且当时重编国语词典还不能加书签，你每次只要加了书签再回去，它就会把你导向到首页，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跟重编国语词典的那个老旧的系统去作战上面，那这个就是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情。那我绝对不会觉得好像每次只花两三秒钟是无所谓的一件事情，我宁可去花两三天去写一个自动化的程式，去把所有我刚刚提到这些字典的每一个字全部都抓下来，然后呢自己把它重新编排，变成我们现在叫萌点萌芽的萌嘛，就是大家可以整合式查询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啊，当时我们光是帮忙看里面的错字以及帮忙辨认里面的生字难字的朋友其实就上千人，也就是说绝对你在省自己时间的时候，不可能是全世界只有你有这种需求，大概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需求，所以我一开始投资的这个时间真的只有两三天而已，但是我回收的那就是非常非常多了。那包含我在翻译的时候常常会需要用到的每一个字它的联想字，或者是切换到不同的语系的时候它有哪些字的我们叫 nuance， 就是一些字的这种言外之意等等，都有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帮忙去把它实现把它做出来。那所以我这个抛砖等于让我进入了一个共同创作的社群里面，那我就不是只是省自己的时间或省其他人的时间，还可以创造全新的这种价值那所以我觉得这种习惯就是省自己的时间的同时也想要怎么样省其他人的时间，我想也是让我在网际网络上面的思想比较开放，因为我都通常觉得抛砖引玉嘛，就算我今天就是抛出来这个主意不怎么样，那但是我不会想说我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我得把它全部的做完我才把它发表出来，相反的我常常抛出一些甚至就是不是那么成熟的想法。我们在网络上面确实有一个定律叫康宁汉定律，它是说你如果在网络上问大家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大家都要忙别的，通常不太会有人来理你，但是你如果问大家要怎么解决某个问题，然后你切换一个账号提出一个不成熟甚至就是错误的答案，那这样子的话任何看到的专家立刻就冒出来，而且会想要打脸就是想要提出就是你讲的做法里面到底哪里不对。那这个情况确实是如此，那我们在任何的网络论坛上面通常都是一开始一个匪夷所思或者根本是错误的一个想法，但是到最后因为各个专家你一文我一语，所以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解决方案。所以刚刚讲到帮别人省时间，其实或许一开始看起来也有点像是乱入浪费别人的时间，不过我的经验告诉我其实很快通常一两天之内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这样子一个解决方案出现所以就是不要怕丢脸，我常常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嘛，缺口就是光的入口，所以这个缺口反而是你认识新的朋友新的共创者的机会有20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请问您横跨科技界跟政府在这两个领域的专案管理上面有什么主要的差异？那另外在步调相对慢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子来利用策略来增加专案的进程的效率当然我以前确实是在科技界工作，那好比像说我跟苹果就一起工作了6年去做关于 Siri 在各种不同的语系里面怎么跟大家对应等等的工作。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跟苹果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在乎的就是用苹果的产品跟服务的人，你如果是去用别家的产品跟服务，说真的我们没有那么在乎你的想法，那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照顾的人其实他一开始就是我们的目标组群，但是在公共服务完全不是这样子。我们说要75%的人都买得到口罩，都打得到疫苗，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关注是在那些还不知道可以买得到口罩还没有打疫苗的这些身上，也就是并不是我们的客户是我们关注的，而是那些还不知道我们有提供这些服务的人才是我们关注的。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因为如果你觉得暴雪软体难用到爆炸，我们不能像苹果电脑一样说你觉得 Mac 难用到爆炸你去买 Windows 那但是财政部不能说你觉得我们报税难用到爆炸你去找别的国家报税他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应该隔天就这个有人上街抗议了也就是公部门的特色就是大家在某些我们叫 essential service 就是一些必要的服务上面我们是责无旁贷的，所以如果有些人他难用到爆炸
他还是会去用，因此就对你更不爽，而不是像一般在私部门的情况下，他就去找你的竞争者了，因此对你也不会那么不高兴。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探索性的工作，就像刚才讲的，是透过协作的方式去问，根本就不是财政部的同仁，哎，自己报税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然后大家一起来画出更好的报税的体验等等，也就是要运用所谓的含容性 inclusive 的这个方式去做到通用式的 universal design 通用式的设计，也就是不是专门为一群人设计一个版本，又为另外一群人设计一个版本，再为另外一群人设计一个版本，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力气去设计那么多的版本，相反的，我们是用开放式创新的方式设计出一个通用的版本。然后如果你觉得像刚才讲到的集管家 line 等等的扫码器不符合你的使用的话，那你就可以找朋友自己再写一个啊，因为我们是用开放式的方式开放的标准来递送嘛，每个人都知道 QR code 的运作原理是什么，传个简讯这个也很容易，会写程式的人三行就可以写得出来，所以我们一下子就有包含台湾社交距离，包含台北通，包含趋势科技等等等等的这些朋友，每一个都为了他的客群去设计简讯十连制的扫码器。那当然即使你没有智慧型手机，在这个同时，因为我们也是开放式的，我们没有逼你一定要传简讯哦，纸笔都还是可以的哦，所以在纸笔的这边同时也有一些村长里长帮他们高龄的长辈刻什么呢，他的连续章哦，他的姓名章，也就是说就是有他的联络方式，说不定还是市话，那也不用沾墨水，他就每个长辈发一个，那这个时候长辈不管要进入任何地方，他就盖个章就进去了哦。那对于甚至是识字率不高的地区来讲，这个绝对是比你硬要他去装什么扫码器要有用的多，或硬要他手动进入那15码去传简讯来有用的多。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创新都建立在不排除既有的解决方案的这种基础上的时候，既有的解决方案才有二次三次重新创新的这样子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是公共服务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因为绝大部分创新的来源都不是来自于政府，政府只要保证说我们每一次在输出新的做法的时候，我们没有排斥掉旧有的做法，我们也更欢迎新的做法，那只要完成这样子的事情，那绝大部分的创新都是民间的力量可以来做到的。所以专案管理上面开放式的创新，我觉得在公部门当然是比像我以前跟苹果一起工作的时候是更加的重要。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步调相对慢的话，那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你这个需求的变更的速度其实也是比你的步调更慢的话，那我们说慢工出细活，说不定还可以追求比较高的品质。那这位朋友会这样子提，当然是可能碰到情况是需求变更的速度比你的步调要快的这个情况，那当然慢工出细活，但是你的方向可能已经不是新的正确的方向，那这个时候就会碰到困难了。那我自己的做法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会很刻意的去设定一个 time box， 就是在某段时间里面尽情的去试某个新的东西，但是呢成功或失败呢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来 demo 就好了。我们每个礼拜一我们的办公室都一起吃午餐，那一天就是我们的 demo day， 所以只有在那一天我们会开那个看板的管理程式，然后去看每一个人所负责的这个专案或者计划有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大家 demo 的东西。所以这个 demo day 就变成我们这个分散式的每个步调都不一样的，有些在做半年才看得到成果的计划，有些是在做一两天就必须要立刻回应的像防疫的那种计划，但是呢因为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轴，就是每七天的一个 time box 一个迭代了，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就算是非常长时间的朋友，他也会尽可能的在每个礼拜一找出某一个部分，他可能侧拍一个短片或者是某个互动式的情境游戏等等，让大家大概知道说在这个长期的专案里面我们目前在哪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其他的部门的朋友看到的时候就可以立刻给出回应来，就不会他自己埋头苦干个半年之后发现说跟别人的做法都有所冲突等等。所以这种可以预测的有 demo 的情况，也鼓励我们的同仁自己去试各种根本就不在我们本来的 roadmap 的
东西，因为他最多就浪费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个是无所谓的。所以我是非常鼓励很多朋友，哎，他自己有什么想法的时候，那我就说，哎，那你只要自己本来的工作做完，你就拨20%、30%的时间，那在一周的时程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工作天或两个工作天的时间，那就去试一个他想出来的，可能是狂想的，但是也没有关系，就去做做看。那在下个礼拜一的 demo day demo 给大家看嘛，那大家看完觉得，哎，这个是有可能做成我们新的服务的，那我们就来投资来研发它。如果用完之后，他自己也觉得说，好了，这个以后再说吧。那至少他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解决方案不能够扣合到他本来以为可以满足的那个价值。那所以这个 demo 就让成功跟失败都不是他个人的成功或失败，而比较像是每个礼拜大家一面吃午饭一面聊聊天的一种谈资了，就是social object， 那就是大家共享的一些物件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不一定短期之内就可以增加效率，但是绝对可以增加敏捷的程度，就是可以增加 agile 的程度哦。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有19位朋友们问说，大家都知道我是用番茄钟哦 ，Pomodoro Method。就是番茄式时间管理法，请问怎么样在专注的时间里面不让自己被干扰，或者25分钟之内无法完成的话，会继续还是会进行其他的工作？我当然大家可能有观察到，我在演讲的时候手机从来没有响也没有震动，那画面也没有亮起来，那并不是因为我在演讲才把它关掉，我随时都是这样子的，也就是任何时候我都不可能被打断。那大家我的同仁都知道说，传任何讯息给我，那都是接近半点钟的时候我才会回复哦。那所以我不是不会回，但是紧急的事情我也是半小时之内才回。那但是呢，如果不那么紧急的话，说不定就2个番茄钟以后，3个番茄钟以后我才回了。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当然一开始同仁可能不习惯，可是后来就发现，尤其在即时通讯系统，现在大家手机上可能都装好几种的这个时代里面，这样子才是节省彼此时间的方法。因为如果我正在做一个工作，然后我被打断，我被打断的那个也许我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脑里本来可以同时放7个东西，一般大家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已经有2个被刚刚那个打断已经占用去了，在我的背景还在想那件事情，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认知的频宽就剩可能4、5个而已。那我如果又被打断一次，那我就好像注意力缺失症的朋友一样，我可能就只剩2个而已，那就会表现出所有 ADD 的就是注意力缺失的状况，就会发生。那这个不是因为任何人有任何特定的就是问题，而是说这个沟通结构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半小时才被打断一次的这件事情，其实意思就是我不会被打断。那如果我不到25分钟就已经完成了我这次想要完成的工作的话，我剩下的时间就是刚刚讲的慢工出细活，我会回去看还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绝对不会提早让自己被打断。因为你如果提早让自己被打断，以后你的同仁就觉得可以提早打断你，所以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还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然后回去看刚刚已经做到可能我觉得100%的东西，但是你每次回去看总是还是可以看到某些可以更精进的部分嘛，直到我们到了25分钟为止。那当然如果实际上就是真的做不完的话，那就表示你一开始切番茄的那个做法需要精进。番茄钟的一个特色就是当你一开始决定一天要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切到不是刚刚好25分钟完成，是大概你自己觉得20分钟甚至 TED Talk 18分钟就可以完成的那个段落，那本来就要留一些时间来回去看你工作的品质。所以如果你用了番茄钟工作法，但是却发现25分钟怎么都做不完，那就表示你一开始在切的时候要再更切细一点点。那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保持弹性，因为番茄钟的弹性就是如果你最后这5分钟你发现诶真的有更重要的事情比你下一颗番茄重要，你永远可以用一颗番茄就半小时来当做单位，把所有后面的事情往后延。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把自己所有工作时间所有的番茄都排满，那这样子你根本不可能往后延，或者是你估的时候低估了就是这个工作的困难度，那这样每一颗番茄都会把后面的要再往后拖，那这样的话就不如不要用番茄钟工作法哦，不如就用到 deadline 快来的时候再熬夜的那种番茄酱工作法。不过那个我就不是专家了。OK, 好，那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一个节奏
奏感。那每次靠近半点钟的时候，我甚至包含呼吸什么，我都会自己慢慢的慢下来。那但是每次在那25分钟里面的时候，那就是全力以赴，然后绝对不会被打断。脑里面的那就是7个概念的交互作用，绝对不会在中间就一下子被扣掉几个调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自己用番茄钟工作法，已经很久了，十几年了的一些心得。有16位朋友们问说，对于政府的能源政策，是不是支持半导体的产业，还有提供车用晶片供应的稳定，这是半导体的产出，然后带动电动车产业链的发展，取得国际领先地位，有何见解？那这个朋友我想真的想要问的是，能源政策怎么样子分阶段，在产业发展跟环保的要求里面，那去达到平衡。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节能跟储能是一个就是本来就是你如果去看10几20年前的话，还不会那么大的比重放在我们的能源计划里面，但是现在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重了。那我觉得节能跟储能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题目，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节能是当然要做的事情，但是当它牵涉到习惯的改变的时候，那就不是只是你去算摊体来讲10年之后可以帮你省多少电费的一件事情，而是为什么他现在要找自己麻烦的这样子的问题，尤其在家户就是一般人的使用而不是工业的使用上就更加是如此。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创新的做法，好比像说像我们的总统杯黑客松每年都会选出5个创意去让大家看到说，现在就可以做成改变，而且改变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所以举例来说，像去年的总统杯黑客松就有一个是完全靠智慧电表的那个家户的就是 meter， 就是它的量度，然后就会逆向的去推算出它最有可能是电冰箱或者冷气机或者是什么目前正在耗电。那所以对他来讲就不是节能变成是一种全面性，他好像改变他的生活习惯，而是他就可以立刻找到那一个电器把它换掉之后，或者是把它装上什么节能的设施之后，他电费下个月就省掉了，就不会是以后再省掉的事情。那我想未来当我们看到很多电动车它慢慢进入我们的电网里面，也变成我们的储能的结构一部分的时候，同样的也要用类似这样的方法来让大家知道说，那你就是停在这个地方进入这个电网的一部分等等，它不是只是价格上面好像只是因为尖峰跟离峰的价差它可以多少赚一点点钱，我想很少人愿意多少赚一点点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而是说就像刚刚的这个智慧电表一样，这是一大笔钱，或者是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对于旁边的这个社区起了怎么样子的贡献，或者你对于节能减碳有怎么样子的贡献等等，越多这种不同的贡献可能每个对他都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当你可以把它很明显的具象化，而且让他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大家都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在总统杯黑客松其实最近几年都有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我有想到说刚刚讲到节能嘛，现在讲净零，那在去年也有另外一个叫奉茶的一个案子，那它就是透过一个好像宝可梦精灵宝可梦 Pokemon Go 的那样一个手游应用程式，让大家看到说你可以拿自己的水壶当做道具，然后到附近的哪些地方去倒水，那不管是环保署所提供来的这些饮水机，那或者是在地的响应的这些商家等等，那你走每一步你都可以累积一些奉茶的，他们是金币嘛，就是打卡换金币，那而且呢也可以分享出你的这个奉茶点，好像那个道馆一样，反正有玩过 Pokemon Go 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大家可以在底下聊天收集金币之后可以去换当地的什么这个小旅行啊，这个有文史意义的当地的社会企业的一些茶饮料啊什么之类，也就是说可以带你认识更多有类似价值的朋友。那在这个情况下，本来是环保署很抽象的推动节省多少的保特瓶的消耗等等的这个大家没有感觉的东西，一下就变成是拿节省多少保特瓶，也就是节省多少温室气体的这个做法，实际的作为变成大家可以互相提醒彼此，而且可以组织起来的一种好像线上游戏的这样子一种社群。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节能还是储能了，未来都有很多这方面的游戏化的社群，那可以让大家在尽一份心力的同时也认识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那这样我觉得才真正能够达到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行为转变。
有16位朋友们问说，为了持续的创新，这个哲学思维也会展现在组织文化里面，请问您带领的团队所展现的组织文化它有什么价值观呢？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进行组织文化的变革？如果是的话，又是怎么样子的行动呢？我想我的办公室是比较有意识的设计出来的，因为以前没有数位政委这个职位，所以我当时在2016年入阁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说数位政委的一个办公室一个空间到底是什么意思哦。那后来我们一开始脑力激荡，几个创始人在那边脑力激荡，就想出这个空间的名字叫做 PDIS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那这个 网站当然有叫 digitalminister.tw， 也可以跑到 PDIS 的网站哦。但是 这几个字其实就代表着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价值观第一个是公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所谓只是为大家服务，我们是和大家一起工作，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想法来。那另外一个当然它是数位的，那数位刚刚已经讲过，就是不止一位，是好几位，是非常多人可以一起做创新。那第三个就是 innovation，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把本来在某个小的地方可以解决问题的快速的让它扩散。那以及最后 space， 就是它并不是把大家关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相反的它只是其中一个空间，它可以跟很多的空间互相去结合。那它具体的落实在我们的人员的安排上，好比说我们有32个部会，那我们是在院本部嘛，有9个跨部会的政务委员，所以我的办公室的成员就跟其他政务委员一样，是从各个部会借调过来的。但是呢，我们的想法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的。事实上我们刚刚就是有提到跨部门的这些开放政府联络人，很多都是他就是毛遂自荐，自己想要透过这种开放式创新的方法来做政策。我们当时甚至到 PTT 的公务员版上面去 po 文哦，征求这个任何乡民哦，他如果同时也是公务员的话能够来报名参加。那当时每一个部会，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一套不错的想法；有一些部会觉得，哎，这个可能还就是没有到时候吧。那但是我们绝对不强求任何人，所以我们办公室现在32个部会，大概一半左右的部会有人借调到我们办公室过，或者现在正在我们办公室。那但是我们一次只让一位来，所以举例来说，像外交部可能随时都有10几20个人以上想要来我们办公室工作，但是每一次就只会有一个外交部的同仁来我们这边。那为什么这样子呢？是因为我们毕竟不大，才20几个人，如果20几个人再加上20几个外交部来的人，我们就变外交部一个科了，这是不对的。每一个人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成员都是代表着跟现有的成员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那如果外交部来2个人，那就又回到这个长官说了算，属官说了不算的那个情况了。那但是因为外交部来的那个人不管他职等多少，那他跟好比方说 NCC 来的参事已经是这个文官几乎最高的职等了，但是呢 NCC 跟外交部是代表不同的立场啊，所以外交部的这一位他不会因为就是 NCC 的这一位职等比他高好像就觉得自己是属官，绝对不会的事情。所以这个情况下每个人都带来新的见解，而且他学回去他的部会的东西跟他贡献过来的东西是平衡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组织的文化刚刚提到的 innovation 创新的这个成分才可以最大化，而不是浪费时间在长官属官的这种关系里面。当然有一些专长我们目前并没有什么部会是有的，所以举例来说，我们一开始创办到现在非常强调关于服务设计的这方面的专长，我们一直都有一个 design lead。 那不管是一开始从 RCA 从 IDEO 等等的地方，从 CIID 等等的这些设计大厂挖角过来。那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设计部嘛，所以就设计的部分的价值还是要从这些民间的地方找人过来。但是呢，我们民间这一侧的人的数量永远不会比公务这一侧的数量要来得多。为什么？是因为这个空间它最后是要落实到组织里面的文化变革。如果在这边公务员只有10个人，而从民间来50个人的话，那到最后它就变成不是一个公务组织了，而是这些公务员被外面的顾问
使坏的这个情况，那这样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非常在意这种不是只是多元性 diversity， 而是 inclusion， 就是每一个人的意见都要充分的发挥价值，而且对所有其他人来讲，这都是一个新的想法，因为他们所来的那个单位、所来的那个组织，本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事情。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会礼拜一一起吃午餐的时候，那么愿意去听别人说话，因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其他人的角度都是新的哦。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有16位朋友们问说，关于组织的激励哦，我们的公司还有经销商都是属于小型的扁平的组织，那么如何有效的激励员工成长，并且维持同事在公司内部留任的意愿哦，还有增加在组织发展职涯的这种信心哦。我们的办公室的流动率啊，其实是也没有说很低。那但是呢，我对于外流是一向都采取很欣赏的角度，因为很容易就会对流，就是会回流。那他回流的时候，可能就带更多的一批人。我们每年都会有20几个见习生，从就是大专院校，大部分是对服务设计感兴趣，或者是写程式等等。那他们来我们办公室，其实只待2个月而已。但是呢，不但他们自己这个回去之后，也有人见习转正，就变成我们正职的职员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把这种创新的文化带回他们的校园、他们的科系、他们未来碰到的这些工作里面。以后他们一想到说，诶，原来政策其实是可以民间想到就创新的，他就会告诉他所工作的这个单位说，诶，不如你上中影平台提看看吧，不如你去找你们的青年资讯委员吧，不如去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吧，等等。因为我们是公共服务业，我们的目的还是最后每一个人都要在一个民主的时代里面能够去参与政策的决策，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说最好的人才一定都要一辈子待在政府里面，他不管是见习生花2个月，或者是一般外界进来的这些专家朋友大概待2年左右，或者是公部门里面借调的朋友，那最多大概3-4年，大部分都会轮调回去哦。那有些也就是只待半年、1年等等，那这样子的对流我们都觉得是很好的。那他轮调回去之后，那他也会把这个文化扩散，那下一个从他的部门或从这个设计界轮调来的，也不是轮调来加入的这个朋友，他就是建立在就是我们本来就已经经营的很好的这种互相信任的关系里面，他可以让他的社群跟我们办公室之间的互信，随着每一次有人回去，又有人进来，然后就更加的茁壮了。那所以当然这个我的经验跟各位可能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各位这个进入这个竞争对手的公司里面，大概就不一定能够维持这么好的共同创新的这种关系。但是我自己的本来的工作就是在入阁之前，不管我是跟苹果一起工作，或者是之前跟微软研究院，或者跟其他 Amazon 等等，我们都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对流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我们都有认定一块我们叫 Commons， 就是公共财、公有地，就是开放原始嘛 ，open source 的这个社群，所以我就会花很多的力气确保说，诶，那当我当时是管理者的时候，那我的下属的这些工作，只要是我们的公司的 cost center 而不是 profit center， 就是我们要花时间维护而不可能从这边卖钱的这些东西，我都是会很鼓励他们，就直接把他们的这些创新放到开放原始码的这个地方，那也没有著作权或专利权的问题，最好我们的竞争对手通通都来用，通通都来共享这一段，对大家来讲都是投资跟维护，而其实不可能卖钱的这一块东西。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即使他未来去我们竞争对手的团队，他还是会继续维护这一段城市嘛。那这样我们整个产业等于就是水涨船高了，就通通都在这个共有的这一块开放的这个创新的公共财的领域里面，谁也不需要好像觉得说我要重新发明轮子，而是大家力气都可以花在跟真正的客户去进行沟通，客制化这个共有的这一块，然后让就是我们每个不同的客户有更好的体验哦。那我想特别是对于小型跟扁平的组织，要怎么样子去善用这种
种 open source, open innovation, 开放式的公有地，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想一想的事情。那这个当然我们以前在软体业用的是最早的，因为城市嘛最容易传播嘛，但是现在就是不管是开放硬体啊，开放学术啊，我们开放政府啊等等，有越来越多的想法，就是你对于专利权跟著作权也许确实可以挑某些地方是即使人才对流了还是不断的在为你创造价值的这样子的做法啊。好，那我们有十五位朋友们问说，政府近年来致力推动加入国际性的贸易组织哦，那这个举动对于目前在台湾的外商的汽车产业，例如像马自达来说，会有什么利多哦？这个是不是等我们实际加入再来看呢、啊？对，我们目前还在协商的阶段，我们还不知道最后签出来会到底具体是什么文字哦。那所以因为我毕竟不是邓正中政委，所以正在这个协调的部分。我想是不是等邓政委就是帮我们谈定了签了字，我们再来回答这部分的题目。有十位朋友们问说，对于企业或者是政府的数位转型，如何让不同世代的人更容易学习或者是充满热情哦，来拥抱数位科技。其实在我的经验，我们刚刚提到联署平台啊，那我自己的办公室仁爱路三段99号，本来那个地方是叫做青创基地，然后那个地方的网站是叫青创圆梦网。那我们本来创业平台的提案，本来的想法也是说，诶，你不到18岁。不太可能参与选举或公投，那但是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像之前有一个16岁、17岁的一位高中生，他的公民作业就是去众云平台上面联署，然后他挑的题目就是怎么样子让就是珍珠奶茶这一类的饮料塑胶吸管可以换成更永续更环保的、哦、因为当时刚好有一个什么海龟被吸管呛到的什么那个照片在流传嘛，所以他一下子就号召了5000多人。那同样也是因为他是取一个笔名哦，他叫什么我爱大象大象爱我，所以我本来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但是我们看到一瞬间就5000人，我们都觉得是环团大佬啊这种人物，那但是事实上不是哦，一看就才16岁，才刚17岁的一个高中生。那但是这位王玄儒委员现在是我们行政院开放政府的这个行动方案推动小组的委员，那也就是说是院本部的委员哦，那就是因为他现在才19岁，那就是因为他不到18岁就真的改变了我们的政策，环保署最后真的是拿他跟这些吸管的厂商讨论的政策来。可是你看有多少人帮他推破助澜呢？我们就发现这些16、17、18岁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是60、70、80岁的另外那一群人，他们是我们在平台上面就是一个 U 型啊，就是这边很活跃，那边也很活跃啊。那好了，因为就是到100岁就没有很活跃，所以应该 M 型。Anyway， 所以总之就是一个 M 型的一个曲线哦。那这个 M 型的曲线就告诉我们说，哎，他们好比像有一个叫不速之客的社群哦，速是塑胶的速，专门就是整天在分享说，我省去了一个塑胶的饮料杯盖，我怎么样省一个塑胶袋，我怎么把这种想法去传播到我周遭的人身上。哎，这些真的是很多退休人士哦，很多时间就花在这个上面。所以60到80岁这些朋友，他们有智慧，然后有经验，有人脉，所以这些16、17、18岁的朋友想出来的一个创新的想法，要怎么样一下让整个社会接受呢？确实就是这些银发族、哦、这些朋友乐龄的这些朋友是最好的。而且这双方我们也很坦白说，就是空闲的时间也比较多了，比较多时间去想这些创新的这些事情、哦、中间的这些朋友要工作的。 Anyway， 但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强调青年创新不一定是一件好事，那他也会让银发族觉得，诶，那是不是没有我们的事情？但其实他们是最需要进来一起创新的。当时我也有在我的办公室，那也有看到说，诶，就真的是60几、70岁的朋友啊，走进来看到青创基地4个字哦，他就掉头就走，那我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后来我就要求他们全部都换掉，现在都换叫新创基地嘛，那网站也改名叫新创圆梦网，然后甚至青创总会
这个就不是我叫他们改的，后来也改名叫新创总会。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你的年纪是多大多小，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创新的想法、创新的点子。那我们需要找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任何世代的人都会关注的，好比像刚刚讲到的环境的永续，怎么样子对下个世代更好啊？我们在登出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比我们登入的时候，给这个下一代更好的世界等等。哎，这种长远的这种题目，绝对都是十六七岁跟六七十岁的朋友非常感兴趣的一些题目。那只要找这些题目的话，他们就很容易互相形成我们刚刚轻盈共创等等的伙伴关系。这个时候，那他们需要学什么数位科技？不管是什么 Slido 啊，我们透过视讯来聊天啊，其实只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一开始的经验是一个正向的经验，其实这些技术都很简单了，就是学一下下就会学会了。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没有一个共同的热情，没有一个支援他的这个社群的话，你要他一个人自己学，虽然其实一下就学会了，但是可能他刚开始的那个经验就是不太好，那旁边有没有人支持他，他也不知道要学这个要做什么用，那到最后就会有点让他学习变成比较没有胃口的一个情况。所以要让大家学习充满热情，还是就像刚刚讲到的，要就是充满着永续的这个可能性的这样子一种价值，那最好是一个全新的，就是大家都没有听过的一个做法。那就像刚刚讲到，就算这个做法其实不能解决问题，但大家光是讨论为什么这个做法不能解决问题，就已经可以让大家形成很好的一种学习的社群了。有四位朋友们问说，我的休闲活动是什么？我的休闲活动就是在我就是工作的这25分钟之后休息的5分钟，如果没有人传讯息给我的话，那我会在网络上面看看说关于我关注的目前的事情，或者关于我的事情，现在大家在网络上面有什么创意，有什么批评指教。那但是当然会提到我的名字，也不一定都是什么就是说我做得好，也有很多说我做得不好的部分，那这个我就会很高兴的来学习。那但是呢，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身攻击的部分哦，或者是就是谩骂啊等等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呢，我一律就像之前6年跟 Siri 的团队一起工作一样，当时我们找了很多剧作家、很多文学家、很多诗人去探讨，在各种不同的文化里面，你想要骂 Siri 激怒他的时候，我们 Siri 怎么样回你是最有用的。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翻译的，所以在每个不同的文化，我们都必须要找一组不同的人来帮 Siri 培养幽默感呢。所以就是收集这种语言的材料，就是当他怎么怎么样子去攻击 Siri 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他有怎样的需求， Siri 要把他引导到什么地方去，这个是我就是之前研究的题目之一哦。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任何人就是在网络上对我有批评指教，我都把它当作语言的材料，也就是语料。然后呢，有的很有创意，我会很欣赏说，哦，原来中文可以这样用，我也学到了。那在这个情况下，那我对里面有具体可以回应的部分，我也会去回应嘛。那如果没有具体可以回应的部分，那我一律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哦。就像我们当时做Siri 的这些工作的时候，一定是 Siri 的问题，一定不是使用者的问题哦。那我就会去可能听点音乐啊，或者是就是闻个不同的味道啊等等啊，就是用不是视觉的刺激了，然后去缓和掉这个一开始可能很冲的部分，然后再回来，我就发现说，哎，这100字的留言里面，虽然真的90个字都完全是人身攻击，但是里面有10个字，我可以稍微把它看成其实有建设性的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我就会专门去回答他那个部分。那一方面当然是旁边的人会看到说，哦，只有这个部分才能够获得回应。那二方面是说，我到最后一定是说，那不然你要怎样？你行你来啊，对不对？我到最后一定是回到这个概念了，当然不是用这些话来讲，对，但是就是开门造车嘛。那就是你骂了这么多，那到最后就是你会骂表示你关心嘛，所以到最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嘛？那所以又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网络上面只要你不怕丢脸，到最后总是有比你更好的想法会出现。那这个时候，哎，这才是我要的。所以这些新的想法，哎，会变成我们公共服务里面有些最创新的想法，就是来自于骂我们骂的最凶的这些朋友，不管是实体上面还是网络上的，所以这是
是我们把它叫做精神按摩啦，就是如果大家有去指压按摩过的话，就是他会说你有一些痛点嘛，有一些气节嘛什么，就是表示就是你如果被按到会不舒服的地方，那那个时候一定都是不是不管你闻什么香氛蜡烛啊，还是放点什么柔和的音乐啊什么，先把那个地方松开嘛，然后这个揉开了之后，下次再回到这个地方，哎，你不但不会痛，而且身体就变好了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是在把网络上面这样子比较有侵犯这个人身攻击式的这种互动，把它看成好像指压按摩一样。所以就是精神按摩这个活动啊，其实是我主要的休闲活动啊，那可能跟大家的休闲活动不太一样哈。我们还有十分钟左右。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专访上面看到我说我是 connector， 就是两边互相不认识或者互相心里面有芥蒂哦。那联系的人呢，把两边的讯息正确的传递，并且介绍他们认识。那请问您在事件处理的时候转速快，是不是在多方聚焦的方法哦，有独特的手法哦？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独特的手法，大家去坊间随便看那个就是非暴力沟通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或者是开放空间科技 OST， 或者是ORID 嘛，这个 Focus Conversation Method 聚焦式讨论法，或者是 Dynamic Facilitation 这个动态引导技术等等，这个都是很多这个，其实我也是把它叫做科技，因为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嘛，社会技术也是技术，所以这些技术就是人跟人之间怎么样子快速凝聚出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这样子一种粗略的共识，那以及有了共识之后怎么样鼓励大家创新，这个其实是一门学问，那一门技术，那这个就像任何技术一样，你可以反复的去操作。那我想在业界也有很多专业的引导师等等，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进行他的服务。那甚至有一些专业营造这样子特别容易达成共同价值、达成共感的空间，好比像说黑暗对话嘛，大家都进入一个全黑的地方，那突然这个空间就比起大家看得到彼此的距离的那个空间，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等等，所以我想我的工作并不是我自己独创的，我很多都是用我在城市设计上面的这种训练去看到说，我们在实体世界里面最好的这些引导师，他一次可能在脑里面可以房间里面大概50到100人，可能50人最多了啦，每个人的状态是什么他脑里可以了解。那但是我们透过像 Slido 这样子的一些空间，我们就可以把像刚刚的这种公共服务的、社会服务的这种能力变成这个空间内在具有的能力，那这样引导师他的工作就一方面变得比较轻松，二方面变得比较延展性，他可以同时200人、300人、400人，甚至在不同的空间里面他都可以去运行这样子的引导技术。所以这个多方聚焦引导技术等等，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我就是跟刚刚讲这些学派的前辈们去学习。那我的工作主要是我看到他们的引导技术里面有一些重复的部分的时候，我会一直写程式或者找别人写过的程式，想办法让某些部分可以自动化，因此我们又可以更聚焦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上面啊。好，那我们最后是不是要留一点时间拍照还是什么东西呢？好，那所以应该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子了啦。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好了，自动驾驶车技术已经日趋成熟哦，未来车联网可能达到完全不需要人类操控的终极目标，就像现在的捷运或者电梯那样子。那在法规跟政策上有没有相对应的研究跟探讨？有的。那我们除了大家都很熟知的沙盒，就是无人载具创新实验条例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在看出沙盒之后要怎么样进入就是在地的这种实验的情境里面。也就是说在沙盒里面我们是有点法规，像在高速公路上面跟车一样，就是如果你翻车我知道这边不能够开，如果你没有翻车真的开出一条路来，我赶快画一点标志标线了。那然后呢，当这个实验出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在公众运输，就是它有公共利益的这些地方，因为在台湾我们知道不管是学习权、健康权或者是交通啊等等的这些，我们在国家这边都是有相当多的包含 5G 这个竞标的这个多出来那笔钱啊等等，有相当多的钱可以去用在这种有公共利益但是可能一下子还没有办法找到商业模式的这些题目上面。所以不管是什么低轨道卫星啊，还是刚刚讲到无人载具啊等等，其实我们有一个口号啦，叫做越偏乡越先进哦，就是在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这些地方，那我们就特别值得
去投入，就是大家纳税人的钱，然后来确保说他刚出沙盒之后就可以直接部署在那个当地，然后解决当地的实际的社会跟环境的问题。好，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先回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